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Infiniti 台北车展的现场。现在在我左手边的这台车就是我们 Infiniti Q50， 我们的性能轿跑。Q50 它继承了 Infiniti 三大概念车的设计理念而来，拥有跑车流线型的外表，以及我们最重要的油电心脏。它搭载的是我们的直效回应油电动力系统，可以在零到一百公里之内只需要花5.3秒时间就可以达成，并且我们的重效最大马力可以达到354匹马力。Q50 的出现也象征着我们未来 Infiniti 所有的车技都将以 Q 命名，作为一个新的开始，也就象征着2014年 Infiniti 将迈入个全新的荣耀 Q 世代。现场除了我左手边这台 Q50 之外呢，现场我们也展出了我们的性能双门轿跑 Q60， 以及我们的最佳安全大型豪华房车 Q70，还有我们的七人座旗舰休旅 QX60， 以及我们的王者跑旅拥有 VQ37 跑车心脏的 QX70。 欢迎各位有兴趣的朋友前来我们的展间参观赏车，谢谢。